挂自动出发了。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在我心中微笑，别人走不了，只有你知道。到了，我们是一个周二来的，快十二点了才入园，这人很少。第一个项目，小黄人闹翻天。突然人山人海。你好同学，新生报到处怎么走？干杯。哦好甜，拍一个那个嘴上有泡泡的那个。拍照拍了一个小时之后，终于来玩第二个项目了。鹰马飞行。好久不见，结束的过于快了。第三个项目，禁忌之旅，出发。知名奔跑打卡地。我可以跟他拍一张照吗？真的太可爱了，跟我一起拍，这是小妹妹。现在来三只扫帚，三把扫帚，三把扫帚，吃饭。终于吃上饭了呀！哎，这个小姐姐我们来排的时候说要排90分钟，40分钟差不多就进来，所以我感觉他们那个门口那个时间吓唬人的。我在纠结是买这个 Hufflepuff 还是 Ravenclaw。 Hufflepuff 比较像我， Ravenclaw 就是什么智慧、知识、博学。哎呀我都要，成年人不做选择，这两个我都买了。冲冲冲，侏罗纪世界大冒险。3.5分吧，没有哈利波特那个那么晕，哈利波特太晕了，晕我们俩有点想吐。这个也是重头戏，飞跃侏罗纪，看起来很刺激。我们要求了坐第一排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加速了。这个不错，这个4.5分，开始激动了，准备好肾上腺素。霸天虎过山车。手机不让带，钱包有。一针剪胶过后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5分，这才是过山车嘛，这个也很期待。变形金刚基地，我们来了。要投降要。你们的勇气与果敢拯救了地球。你好擎天柱。和平山谷。这功夫熊猫馆奥兰多没有，哎，很有特点。现在在排灯影传奇。项目也太快了。我们现在出园了，我们俩刚才说进来的时候觉得好近啊，出来怎么这么远。终于到车上了，哦，累死了，腰酸背疼。今天拍照拍爽了，跟老公出来拍照拍不成这样子，拍几句，哎，可以了吧，可以了吧，我们继续走。真的，就只有和闺蜜出来可以拍照拍到爽。这回我当没听见。我们晚上还要把我们的魔法袍还回去。真的，要是只是来拍拍照的话，推荐大家还是租，买一个太不划算了。而且强烈推荐大家我们 Hufflepuff 的黄色吧。日常我是不喜欢黄色的，但是它这个姜黄色，尤其是在环球影城里面那个景儿，真的很亮眼。就是你是人群中的一颗星。我里面这个小百褶裙和衬衫是我自己搭的，外袍脱掉单穿里面的话，挺有那种美式复古学院风的感觉。在好莱坞的那个区，这一身拍照也很合适。我们院虽然电影里面存在感不强，但是我们心怀大爱，忠于自然，正直忠诚，坚韧诚实，不畏艰险，不好吗？难道不好吗？为什么很少有人选呢？评论区里面可以四大学院集合一下吗？